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欠供下事实，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给您续上一杯茶，我慢慢的说，您细细的品。听大鱼话说宋朝。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啊，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网络发布，各位呢可以登录喜马拉雅手机和电脑客户端，搜索大鱼茶馆，选择收听。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儿啊？咱们说到心机深沉，宋真宗封赏天下，一穷二白，王钦若奉上妙计。王钦若奉上了什么计策呀？哎，全国把所有的债务啊，就催不上来的那些个陈年旧债，完全捐免。赵恒呢也听了命令了啊，也听了这个事儿了，就是这个计策啊，宋真宗赵恒，并且呢把因为这种债务啊被关押的犯人呢全部都释放。当然这种债务是什么债务呢？就是多少年来欠下来的催不上来的那一些利滚利的那些个债啊，最后呢全部就都给免了。这个数字啊是非常庞大的啊，陈欠的田赋一共是多少呢？1000万贯，释放的囚犯呢是3000多人。有多少人因为这件事而受贿啊？王钦若也是这件事的受贿者，他呢就这样走上历史舞台了。他这件事做的利君利国利民无可挑剔，只是走出皇宫之后呢，多多少少的王钦若自己心里边啊，哎，有这么点小脚下在里边的。怎么回事呢？这份表格为什么会墨迹未干？是刚弄好的吗？这里边有个小秘密。这个小秘密跟谁有关系呢？三司省判官吴宾谷，这个人呢是王钦若的同事，都是给宋朝管钱粮的，只不过呢王钦若是个新手，赵恒登基之后啊感激他当年拉过他一把，所以呢就把他从开封府升到了三司省。哎，这一天呢新老两位同事闲聊，哎，这个吴宾谷呢是老同事是吧，这个王钦若是新同事。吴宾谷就说了，说呀，百姓们现在苦啊，皇帝现在也难啊，小王啊，你看你是新来的是吧，也不知道那么多的陈欠，根本没法还。这么着，我明天呢准备上奏皇帝，把陈欠免了得了。哎，王钦若呢一听怎么茬还有这个招数，那太好了，当天晚上召集亲信连夜加班，把陈欠的数目核实清楚，第二天清晨呢就赶进皇宫里了，把表格将叫叫上来。就这么着一切都很好，就是有点不地道，把吴宾谷给坑了。为什么呢？那是世人吴宾谷想的这办法，但是天下人都知道结果好就一切都好啊。不管王钦若以后的名声是怎样的，就算是个奸臣吧，这里都有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奸臣是什么呀？不管对别人怎么样，对皇帝永远忠诚的算不算奸臣呢？这个事儿有点复杂，咱们以后再说。还得继续说事儿啊，按部就班，事情得一点点发展。给天下百姓一见面礼之后啊，赵恒呢就开始细化自己的领导班子了，以及呢他的施政纲领。有人劝他说，你得稳啊，说的话呢极其的经典，说利不摆不变法，并且呢不用福薄心尽喜事之人，此为最先。什么意思呢？一句话就是没有100倍的好处，就一丁点规矩也别变，并且把呀、啊、敏锐迅捷就福薄嘛啊，没有资历新进的嘛，积极工作喜事的嘛，这些人都赶到一边去，一律不用，这才是最重要的。一切都以稳为前提。说这些话的人呢，是以吕端、李治、李沆等新任大佬为首啊。另一些人呢，这正相反啊，他们给新皇帝总结了一句16字真言。叫若守旧规思为尽善，能立新法乃显神机。就是告诉皇上，你老爹那套玩意儿不怎么好用，是不是？哎，思为尽善嘛，不怎么地，你得自己立点新规矩，才能把这个事儿啊办得漂亮。就在16个字，出自前宰相张齐贤两位太宗朝最显赫的言官啊，汪彦称、田曦。听谁的呢？两边的人物啊都非同小可，更何况赵恒从登基开始就对臣子们说过，从他开始就算是皇上犯错了，人君有过，时政获亏，军事赃匹，是直言极谏，抗书一文，这政策昏头了，皇帝犯错了，军事秀斗了，民间厉害了，你们都随便说，尽情的说啊，就算写成正式公文，口气嚣张，忤逆皇上，你来骂我来了，都一切都没关系。那好了，难题就出来了，听谁不听谁的？这可是完全蛮拧的意见呢，南辕北辙，没法调和呀。但是赵恒自有办法，我谁的我都听，但我谁的我都不全听。
他那性格呀就是这样，看着是一团紧棉花，是不是啊？白白的软软的，哎呀，看着特别可爱，感觉手感呢就是舒服。不过小心了，别真往里使劲干，你往里使劲干，扑哧一针就能把你囊出血来。赵恒端坐在皇帝宝座上，脑子非常的清醒。天下的事儿啊，哎，无非军政民财四件，头两样必须稳，军和政这玩意儿要是不稳那麻烦。哎，他听宰相和参着政事的，后两样明摆着按以前那方法过日子，他说穷都快当裤子了，还不变呢。赵恒说变就变，变得举国上下高兴的欣喜若狂啊，难受的痛不欲生啊，但是还是得从头来。哎，先说一下必须稳的，必须稳的什么军政，先说政治啊，已经交接完毕了，走上前台的吕端、李治、李沆，这都是德高望重的人，稳得不能再稳了。更何况以吕端为例，此人为官40多年，从知县、知州、知府、地方官做起，到中央部门国子主簿、秘书郎，执弘文馆，哎，著作左郎，什么执使馆，再判太常寺事，考公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历两任开封府判官，再判太常寺兼礼院，为大理少卿，最后为枢密直学士，在一月攀升为国家首辅宰相。就这么一大堆啰嗦官名，几乎是大宋的官从低到高做了个遍，没有任何事儿他吕端不懂的，你谁也别想糊弄他。哎，说到底一句话，他仅比大宋史上号称最凶残最恐怖的官吏克星杜衍差那么一点点。就这样的人坐镇足以安定天下，更何况还有二李，其中李治也就算了啊，李沆呢绝非非同小可的人呐。别的官是被下属称颂，被后代敬仰，他是被同僚称颂，被寇准、王旦甚至皇帝本人敬仰。你再说军队，赵恒请出了宋朝军中最大的内尊神原枢密使曹彬，让他官复原职。哎，各位朋友们，好久没听过曹彬的消息了啊，重新成为第一军人。对于他咱们也别提什么功了什么罪了，这都别说了，凭着他独一无二的资历以及他的仁慈宽厚的威望，就应该能够把后赵光义时期的军队给安抚住，尤其是边疆。别忘了曹彬当初是因为什么才丢的枢密使的头衔，那就是私下里以自己的俸禄给边关将士发月头钱。军中恩怨分明啊，谁给钱听谁，赵恒的选择绝对正确啊。但遗憾的是，这绝对只是第二选择，真正最合适的那个人已经死了，谁呀？潘美。战士的眼睛雪亮啊，皇帝的好恶和他们没关系，最强的英雄才是他们的偶像。并且最重要的一点是，潘美是新皇帝的原配老丈人，赵恒的第一位正妻就是潘美的女儿。可惜了的是呢，女儿竟然死在了父亲的前面，并且没有留下任何子女，烟消云散了。或许啊，这就叫命啊！如果潘美多活三年又是怎么样的局面呢？毕竟历史马上就要证明军队对于赵恒是多么的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民和财。早在三国的时候，孙权就曾经说过，金珠宝贝那都是垃圾，对平民百姓以及官们才有用，对皇帝来说那都是废铜烂铁，你个当皇上的，你要金珠宝贝没有用。所以他可以给曹丕一大堆一大堆的什么珍珠的象牙了随便送，可是长江以南的土地以及子民半点都不给。赵恒这时候也这样的，先说为民，他即位不到两个月就特意下一道旨，说什么国家大事足食为先，老百姓先吃饱了再说，口号很响，做起来就太烦了。首先呢，他得把天下重新划定，总体分为15路，然后再把其中的蜀川单独细分成4路，全国定为一共是18路，之后呢，把所有的路一级长官呢及转运使啊，逐个召回京城，亲自告诉他们啊，第一，从此开始减免各种无名利益，暂缓土木建筑，让农民呢有点空闲回家种地去。第二呢，再把农民的空闲呢没收，让他们去开垦荒地，哎，外加呢种桑养蚕，国家全力支持，开出来的土地直到第五年起才收税，之前不收。但是远水不解近渴呀，政策再好老百姓等不了，眼见着饿死人呢，那怎么再想办法呢？办法叫预买捐。简单点说，就是在每年春天播种之前呢，农民们经过一冬天的消耗呢，连种子粮可能都给吃干净了，那么国家呢就先给他们贷点款，然后秋收的时候再还。办法很好，农民们很欢迎，但注意，这是最开始的时候，什么玩意儿都会变，只要跟钱有关就会变。那么咱们再来说钱，国家来管钱就得先管一下制度。宋朝的钱粮大管家名叫三司使，
相信大家不陌生，咱们之前一直在说啊。不过话说来，这个三呢大有讲究，两种解释。第一呢是说盐铁司、度支司、户部司三个部门的总长，那么他就是一个人叫三司使。第二就是指这三个司每司都有一个长官，于是就有了盐铁使、度支使、户部使，说的就是三位这个使啊，三司使。很乱吗？政策就是浮动的嘛，根据需要嘛，赵匡胤需要统一，那么就一人管嘛，对不对？赵光义讨厌陈怎么专权，那就分开来嘛。赵恒现在一切都给经济民生让路了，只要统一指挥尽快见效，所以重新把三司归权到一个人，从此呢灵活调动，并且呢三司的地位啊回归到了他最初的地位，仅比东西两府小半级啊，无论是宰相还是枢密都无权干涉过问三司的职能。但是呢这只相当于开源，你还得节流啊。赵光义时期那么多次的考试，那么多的进士都在当官，有用没用的衙门都在要钱，宋朝亡国的绝症就融兵融吏融费的局面已经形成了。那怎么办？兵现在是必须要的，是多少都不够的，那融吏有什么必要呢？更何况融吏就必然有融费啊，你得给官开资啊，对不对？怎么办？赵恒反应就一个字，裁啊。从这时候起，一连三四年宋朝裁撤融吏计195800人。以上种种不过是治理一个超级大国的最宏观的几项任务而已。新登基的皇帝赵恒忙得没有一点空闲，历史上遗留了当年的一份作息时间表，上面是这么写的：每天清晨在前殿接见中书、枢密、三司，还有这个开封府啊、审刑院等各大部门的请退官员，听闻奏事，能决定的立即答复。早饭后处理各司奏事，批阅奏章，直到中午。下午看书，并且安排各项例常活动，他不可能一天到晚坐在皇宫里。到了晚上，真正紧张的时刻来了，他得像当皇子太子时候那样啊，工整严肃地听当世最著名的儒学大师给他讲学，研讨经史，并且咨询政事得失，直到深夜。到了深更半夜的时候呢，他才能啊回到自己的寝宫里，只有这时候才是他个人的时间。但是非常遗憾，想来他最神秘最愉悦的那份享受已经消失不见了。在他做皇子太子的时候，每天夜色降临，他都能轻装简从悄悄地走出堂皇的王府，去到一个叫张明的臣子家中，那里有一间典籍满是烛影暗香的书房，一个俏丽动人的女子在等着他，不管多少年过去了，仍然像是最初时候的情人一样。可是这时候不行了，人是物非，家人已经名正言顺地进驻皇宫，宠爱依旧，只不过再不是当年那个淳朴灵洁的川蜀妹子了。日复一日，赵恒就这样兢兢业业地工作着，从来不敢偷懒懈怠，因为他清楚一个事实，家道中落了，家里没钱呐。这时候往前迈步那是海阔天空，可是要是退了，他身后就是万丈的悬崖呀，摔下去这世界上可就再没有大宋了。翻阅历史，至少在中国有个规律，几乎每一个王朝在他建立之后的第二到三代君主的时候，都有一个极其危险困难的时期。半信史时代的夏商周是这样的，信史阶段的秦隋是这样，甚至就连唐朝这样辉煌强盛不可一世的超级王朝也是一样，三代之后就出了武则天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仅仅是巧合吗？还是说每一王朝到了这个时期都是从开国创业时的兴奋当中开始平静，最初的强势君王、开国重臣都已经死去，弊端出现，臣民们开始怀疑，内部外邦都开始了反叛，所以才会一败涂地不可收拾呢？这玩意儿太复杂了，而且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具体问题。但无论怎样，现在宋朝轮到了赵恒来承受这一切，而他面临的局面复杂的危险的程度呢，远远超过了当年秦二世胡亥、隋二世杨广、唐三世李治。不管他怎么祈求平静，想关起门来过几天消停日子都办不到，因为他有恶邻居。在契丹党项人的眼里啊，未满30岁的赵恒就是一捧着巨大的金元宝走进了龙蛇混杂、无法无天的闹市里小毛孩子。富饶辽阔的中原大地不是他的家业，而是给他招灾惹祸的祸根呢。他不是他的父亲，赵光义就算到了生命最后的日子里，都是一只牙啊，这个碎爪裂，这个一只牙碎爪裂，但是仍然狰狞可怖，不停咆哮攻击的猛虎啊。
不仅打得李继迁像兔子一样满戈壁滩的逃命，就连辽国也被渐渐的扳回了劣势啊！军事上最后几年胜败基本持平了，考验马上就来。最初的是一道智力题，什么智力题呀？党项人李继迁，时刻在生死边缘挣扎的人，超级敏锐而且无所谓光荣耻辱。宋朝的皇帝换人了，李继迁立即派人进了开封城，目的是干什么？求和，注意是求和啊！这世上只有对等的敌体才能提议和平，这在赵光义时代不可想象啊。一个事实是呢，不管战场局面怎么样，李继迁永远都只有谢罪称臣的份儿，并且还得主动声称自己姓赵，叫赵宝吉。而且别忘了，就在不久之前，他的老巢乌白池还被王德用给抄了，他连尾随反击都不敢，这时候居然就敢大大咧咧派人来求和，这是什么样的脸皮，这是什么样的厚度啊。相信当年宋朝大殿上众多官员们呢，只会哭笑不得，最后直接把使者脆下堂去。但是错了，结果是戏剧性的。远在党项沙漠李继迁立即就跳上马背，不管外边什么天气，哪怕是狂风大作，哎，满天都是拳头大小的石头，他都要立即冲到祖先们的坟头去。祖先们呐，痛哭的时刻来啦，天大的喜讯呐，祖宗的基业定在五洲回来啦。哎，这是怎么回事啊？无法想象吧。宋朝不仅同意和平，而且给予的条件无比的优厚，不仅承认了他占据夏州、银州的合法性，并且把随州、幼州和靖州也都赐给他了，正式封他为定难节度使。也就是说，他已经完全恢复了党项祖先对定难五州的所有权。十多年浴死还生，多少次站在刀刃上讨生活的日子没有白费呀。党项在狂欢，汉人在愤怒。赵恒和他的大臣轻飘飘的一句话，就把这十多年里无数战士的生命、无法计算的物资投入以及对异族人的进攻态势和心理都毁掉了。悲哀吧。更悲哀的是，这个决策居然是由当时朝廷里最保守和革新的两派的大佬们共同做出的，主要出面的是李治和王玉成，两派各出一人。这样的事情做出来，千年间无数的汉人对他们君臣竖起了忠直，尤其是对赵恒啊鄙视啊，就妥协了。这不是不战而败，没血性没胆量，你不是个老爷们儿你啊。但是咱们实在应该回到当时宋朝的廷议中，听一听那些大臣们究竟是怎么说的。那么为什么宋朝要把定难五州拱手让给李继迁呢？这里边究竟都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各位，你想跟大禹交流吗？你想跟大禹辩论吗？你想给大禹指出错误吗？你想骂那孙子吗？来微信吧，微信搜索订阅号大禹茶馆，哎，就能实现了。记住啊，禹是宇宙的禹。